兄弟们，胡桃和夜兰卡时更新之后，其实我很纠结抽哪一个。你按强度来看吧，我需要夜兰，但是你按大球球冰的二球球翘，三球球菜腰，四球球熬。胡桃小姐，我是你啊，对，不过只有这些球，那、啊、只能整点玄学了。来，胡桃，来抓青青。在三个七七的包围之下，开始。我之前已经抽了三四五，应该是可以理解为垫了。哦，不对，看这个具体时间的话，应该是垫了十五抽，兄弟们。不对，你这十五抽是怎么垫出来的？来，别管了，别管了，三二一，抽抽胡桃，胡桃，胡桃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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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那边好像有什么动静。我操！偷偷看一眼的话，不要动，谁都别动。弓箭，呸！弓箭，不要弓箭。箭，不要箭。要长枪，武器的话出长枪。胡桃，胡桃，输不要输。要胡桃，要长枪，长枪！啊！吓死我了！胡桃，胡桃！啊！兄弟们！接下来你说还有必要抽夜兰吗？不然给胡桃补个一命。男人，你的立场就是这么容易动摇的吗？让我来看一看，让我来看一看啊，让我来看一看。真奇怪。哎呦，让我来看看胡桃的一命写了什么啊？胡桃的重击不会消耗体力，抽一命对吧？我觉得也是。哎，配个队给大家看看。哈哈哈哈。哎呦，我要来抓鬼喽！哎呀，我要来抓鬼了！巅峰的队里将哦啊、哎，真好玩哦，真的好玩啊，兄弟们！哦哈哈！快快继续吸吸！我操，四个胡桃！快快！胡桃好可爱，他抓灵魂的时候好可爱，换小草神！你别换小草神啊！哎，七七跑了！哎，别跑啊！我告诉你，别跑啊！你别跑，你别跑！我还要抽，没抽完，没抽完呢！快，快快快快快！啊，泡了一下水！快快快！你别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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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跑！快快快！去去去！啊，不然来来来这儿待着也行，别跑别跑，上来一个上来一个，啊好，都在啊都在都在，好，大家都在啊，胡桃，补个一命。太阳出来我晒太阳，月亮啊是个死，问题不大兄弟们，问题不大问题不大，问题不要大，我希望，如果说。什么如果说就是抽一命，就抽一命，兄弟们，抽一命，抽一命，兄弟们，抽一命！我操！我操！兄弟们，我失手！我的妈！失手出了！我不知道怎么说了，这怎么办？我还能说些什么？
我刚出的胡桃，连接又一个胡桃。从此，不要再叫我非丑主播了，好吗？一定是胡桃，一定是，一定是胡桃，兄弟们，拿下！是不是你胡桃？啊、哦，好吓人！是不是你胡桃？出枪了，兄弟们，肯定是用枪的，就是胡桃，是不是你胡桃？一个客户，两个客户，三个客户。后面不要数，后面胡桃，麻烦你换成七七，快点换成七七，快！是不是你胡桃？哇塞，一命啊，兄弟们！这不出一把专武吗？来，兄弟们，专武！啊，吓死我了！我操，我现在看什么都是橙色的，兄弟们，我现在看什么都是橙色的。前面武器是七，三十七了。以为他赚了，我操！米哈游这波爆亏，兄弟们，完了，巅峰来了！米哈游什么叫爆？这不是又是二十抽？又是二十抽啊，兄弟们，必出，兄弟们，出了，李成总，出了，兄弟们，出了，火魔，接下来就是火魔，啊！我有一些不错的参考方案。啊！我操！这就是为流通而造的。我操！娘妈！离月是一切财富之源。娘妈，兄弟们！我晒太阳，月亮出来，我晒月亮了。我不活了！四巅峰，我要打死他！不是，兄弟们。巅峰就是狗托，抽这么几天卡，我没有看到一个小伙伴可以武器池出两个，我的天哪，这第一次遇到，这怎么还能这么出啊？求求病了，二求求桥，三求求菜，要四求求熬，死狗托！哈哈，哎呀，我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。他们在干什么？他们在打死你！他们在干什么？泄愤！啊？泄愤！你们不至于这么恨我吧？啊？魔女本半年后再见。我这么招人恨吗？他这个蓄力怎么能蓄这么久？啊？他怎么能蓄这么久？你绝世不散！快跑！要四求求！心里给我转一个648。这三命是确实没有太大的用处了啊！夜兰去哪抽啊，兄弟们？根据我的测算，茶室，夜兰有什么地方是晚上，而且是蓝色的地方？我操！我怎么就在水里了？你们对我仇恨这么大吗？啊？让我看看啊，咱们在夜晚找一个蓝色的地方抽。蓝色的地方，这一块影像山是蓝色的，还有哪里是蓝色的？水
这里是蓝色的，是紫蓝紫色。那去中间这块水里吧。你行。夜蓝，晚上我要去抽夜蓝。层岩巨猿，哇，这地方巨蓝。然后往前面飞，下边是蓝色的水，一望无际。我操，这还不够蓝？这不够蓝吗，兄弟们？晚上，来晚上抽。夜晚降临。本来你想上舰长，看到我抽牌算了吧。这地方容易被电死，所以说找个地方一站，好吧？找这里站住。在这儿，晚上一望无际，抽夜蓝。Nice 啊，兄弟。已经抽了，更新了吗？看一下。没有。好像没有这么快啊。夜蓝我抽了多少发了？16发，来26发，兄弟们，26发！我操！我的妈呀，兄弟们！克勤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好用，猫耳，长马尾，还是双马尾？拿一把这么好看的剑，对吧？还是不是很黑的黑丝？不好赚，还出一行秋，亏吗？不亏。这不就送了吗，兄弟们？来，兄弟们，第二个，我是不是死了？我就感觉是有问题，我操，他们把我害死了，我干，他把我害死了，没事，我在这个地方蓝蓝的也挺好，在这里夜晚蓝色漂亮，最后十抽，兄弟们，开始。接下来问题来了，我这个号应该怎么配对呢？首先是叉虚伪，很明显全队上下加起来打俩反应，一个扩散，一个超载，四 C 流，优点没有啊？不对，其实也有优点，就是死了一个 C 还有三个 C， 死了两个 C 还有两个 C， 死了三个还剩一个，也是 C， 永远在冲锋的战场上。怎么样？听起来是不是还？哎，那如果完全按照合理配对来看，这一队啊，不对，这一队的话，胡桃会骂人。啊！但是我没有合适的盾啊！自从我玩就没有见过钟离，这女仆又不太……我操，兄弟们，可能是这样，好像现在合理了。但同时，我这个号，我操，我也完了！我现在这点资源拉一个都拉不起来，拉四个。啊！关注我，羞耻！未来，让我们一起嘎嘎乱杀好吗？大家抽卡真的玄学，实在是让我甘于打独眼社保。开眼了，有人找我代抽珊瑚宫星海啊，要求是去自己的成哥护理抽。我一看，好家伙，珊瑚宫就缺星海了是吧？我告诉你们，玄学是没有用的，你宁愿相信关注我，至少能够增加一点丁，也不要去想。啊，哪怕是在珊瑚宫抽卡，也不一定就抽星海，对吧？啊，我没看记录，这一定是打包第一呀，兄弟！没有关系，兄弟们，这个号主他在这里继续抽伞兵，理由是珊瑚宫星海和流浪者是卡池邻居，所以说过来串个门很正常。哈哈哈哈，多荒谬啊，兄弟们！听起来就没什么可信度啊，兄弟们，你还不如说找我抽，我就给你出阳寿暴击呢。
有三连不歪的人，哈哈，我就没见过。说到底为什么？哎，明白了吗，兄弟们？三连不歪。接下来，另一位号主让我抽伞兵，我一上号就在这个地方。好家伙，米哈游戏的伞兵一屁的地方，不要相信这种玄学啊，兄弟，你已经中了老米的奸计。这120个球啊，心疼啊，他要先出装五行吧，卡车没咋电，来，20连白给，你看兄弟，这个地方就。哎，行，他还要抽一个伞兵补自己之前的命座，哎呦，别想那刚出的莫难，你以为米哈游是大慈恕我？啊！兄弟，你开了吧，你还有70抽，别说，你还能再来一只。哇！夏浩，这谁受得了？抽个星海放松下心情吧，流浪者这个 EP 地方太顶了。下个抽星海号主也有独属于自己的玄学，求放一首水龙吟，因为中间有一句歌词是思念星海之方，哈哈，他真的是为星海感觉到担忧，兄弟，你想一想，你都要撕裂他，他能来？来，我给你卡个点，让你彻底死心好吧。看历史记录，这一定又是个大保底。你好，接下来这个号桌是海里球，因为星海在海里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妙啊妙啊，兄弟们，这是主打一个朴实无华，言简意赅，开门见山是吧？行，如果说你真的还能抽到，我就承认玄学是有用的，好吧？来，够不够海里？够不够？哎，哎。出了，这就出了！我就说了，玄学有什么用？在海里出活，这也不是证明玄学点完全没用吗，兄弟？啊！这个号主抽伞兵没说出卡地点，那我就来到这个地方吧，就是伞兵一批地点吧，今天是到底了，来了。玩什么啊，玩什么啊，幸好号主粉丝多，我告诉你们在哪里抽其实真的都一样，不要去过分的纠结这些东西。你看又是30抽，你看也没什么新鲜的呀，这都40抽了，你出一个鸡不也是很正常大老底了？跳过。啊！哎，号主有伞兵了，那咱们就跟一批一毛一样，咱们再把时间调到晚上来。万一出连金呢？接下来
是群魔乱舞，有人用风烛在风起地球，哈哈哈哈，有人带了一个神鹤万啊，就是缺那个心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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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，有个毕福小伙伴主打一个老四星，啊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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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我这刚开始还激动激动啊，后来是心情毫无波澜，同时还产生了一个不好的预感。早就在我刚入坑原神的时候，给大家带出只有一个 buff， 叫做欧曲留给大家，非球交给自己。我自己的号，哎，下期吧，让我整理整理情绪。下一期就是我自己号的出发过程，只能说，我雨凤老师都用我这个抽卡素材给大家讲什么叫做一波三折，标题我也想好了，跟个潮流，就叫短短七十抽，精彩如人生啊！下期见，哈哈哈，下期见。